者吴佩桦台北报道，台湾人就是喜欢去日本玩。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统计，去年台人赴日旅游人数高达 456.4 万人次，再创新高。而从今年暑假开始，到日本使用西瓜卡 Suica 和 PASMO 能直接用台币加值。该服务是由日本新创公司 Pocket Change 推出，相信哈日通对 Pocket Change 兑换机一定不陌生，在日本主要机场车站都能看得到。目前全日本有30处兑换据点，东京是重要营运城市之一，包括成田机场、羽田机场以及东京车站、新宿车站等，方便观光客把自己身上没花完的日币，像圣爷零钱，直接兑换成电子货币或购物券。例如台湾旅客能换成大家熟知的 LINE 电子礼券、乐天超级点数。因台人赴日旅游风潮旺盛， POCKETCHANGECEO 青山新今日来台预告，目前正在驻守归华 POCKETCHANGE 兑换机，能直接用台币价值 SUICA 和 PASMO， 详细时间仍在准备中，但预在今年暑假就会正式推出。Pocket Change 可方便观光客把自己身上没花完的日币，像圣爷零钱，直接兑换成电子货币或购物券。Pocket Change 提供今年暑假台湾人去日本玩用 Pocket Change 能直接台币加值 Suica 和 PASMO Pocket Change 提供。